灵儿，我们会一直这样吗？怎么不会呢？说，你和白木真是什么关系？我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放手。众位英雄，好久不见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们可是老了不少。不过欠吴相城的债，可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就想赖掉。你们一个个都要血债血偿。